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航。感谢美国俄勒冈大学中国青年慈善领袖会发起的"关爱中国留守儿童"的筑梦计划，让我们一起来关爱中国的留守儿童，不管是物质上还是心灵上，给他们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，一起传递爱和正能量。